回归25周年将至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港出席政府就职典礼。早前有传他会到访科学园，科学园星期一话，园内将会在今个星期四举行创科活动，到时将会在下午2点开始封园，限制员工出入园区和所在的大厦。园方亦都会在当日中午12点至2点安排接驳巴士来回科学园和大学站。如果错过了接驳巴士，就要等到夜晚7点才有车离开。据悉有不少公司都已经安排员工在当日在家工作。园方又说，活动当日所有停车场都不设时租车位，部分餐厅和商铺，包括中国银行、百佳和农本方中医诊所都暂停营业或者是提早关门。运输署亦都说，当日科学园内将会封路，将会禁止所有车辆和单车行驶，公共交通工具就需要改道。